他咋摆个大档？昨天花个足够个啊，摆了500来斤，大肥猪肉，咱一车，真过瘾，那猪看着真好。大肥肉膘子，今儿上点早了也啊，没反应。 咱家柴刀，要几个？咱治得到。前朝上可不前朝，前朝上，大圣你说前朝出不来后了，你说。这是前朝啊，这前朝的。要卖脖子的，啊？那这个前面整的没脖子，它不好吃。不是，就是糊。糊着吃的。就糊。是这个玩意不？是，它不是。好不好？重不重？这玩意。有蛋穿心的玩意。好，57块。 是吧，瘦了？对。是正宽不？行。来吧，鹏哥，这都是粮。这叫下午活。我烤了，我都没烤着。好，35。我烤两遍来。说没有？这是啥肉啊？肘子。肘子。嗯。啊，把那个什么皮剃了。一碗骨头的肘子。 45元。二十一，你搞啥？不好呀！哎呀，咱后边毛给我刮吧，没时间整，主要是，把那毛刮吧。其实这肘子挺干净。肉是啥？嗯，一个肘子。啊。买一个肘子。再来个肘子。再买哪个？ 来，这钱整肘子，别拉。咔咔咔着咔着咔着，干净的。不是，我没时间整，你们到家就得让我太太整的，她看不着。我其实我都卡着干净的，我这都做进一步细致加工了。行，对。好，110。肘子好不好？肘子好，不好不要钱。要瘦的，上回买的肘子太肥，前肘。前肘，这回喂。 对，来吧，这是厚肘，它不肥，傻妹子。肘子肥。嗯。咱这都大肘子，放心吃。我给你拿这肘子，绝对好。我要吃这些啊。59吧，59块7，59。好不好吃肘？是肉一整皮，没肥的。你给40。就是那个里脊吧。对，是那个里脊。全是肉那里脊。那多少啊？ 40啊，好，肘子。大家来，我大家来，我你卖肉就全都是。来多些卖点。就连着里脊。还不是肉是？这都要着人的，多不？我要那里脊，完了你还连哪儿？我不整块儿太多啊？行行。真了。啊，要不要不然？行不？啊，行行行，买行。棒不？我把那个那块肝和那个猪心给。行，肝和猪心得卖的腰了。13的心。好。 支付宝到账40元。这是一百。大哥，给我整个肘子。这俩给我20得了。20，20。一百二。那小袋能中？来一个。嗯。这块肉给我整。差2分钱也不中，是吧？这个。给这个添上。你不给，你添不中。20元。55，大哥。 卖呀！你这都人买肉呢。多长时间没提肉啊？我来块5块肉。来，我说这有一句话呢。我这太肥。太肥呀！太肥得等一会儿，大哥。我给你提完了，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超不过去。给你提完就提。啊。让你兄弟媳妇要。来啥？腰排骨。大哥。啊。 这让你看还有别的吗？昨天呢？少说，少说。这个鸡骨好吃，炖吃。还冒热气儿。有，得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剁了，别着急。提啥呀？要排骨。想要不？那个里脊单切那啥吗？来个。 但是这不是里脊啊，哥说的，这是前朝肉，可以单切。是这个意思不？啊，对。20，哎呀，不对了。刀腰3块钱。22。22。对。
你这刀炖吃。嗯，那你说错了，催肥肉你炖吃不出差，顺下一想要下一刀来，那还不中？合着你要拿贼拿的？偏瘦的还有的上了中间吧？你看为啥你胖，你都能吃得肥的？那你还来全瘦的吧？是我来着，搁都要呢啊，都熟，要不然说胖人不乐意听。来多少？拿个二三斤就行，小这块也拿。行。一红的，开锅。一会儿就提大肉，我这刀拿肉，肉拿完了。大概这个两刀肉拿完的。这刀肉啊，要一个啊？这价钱一样吗？价钱不一样，这个便宜点。哎。但是哥给你少算点，行吗？支付宝到账85块，还等个 VIP 制的，该86块多留85，中不？给我拿点那肉，咱是拿这个吧。啊，对，装上吧姐。哎，来几斤？我给你13块。13呢？就来这块，60的是吧？哪个都行，多点没事儿，多点少点无所谓。完了，我再搅点馅儿，完剩点。自己做的提前都一堆似的。好，80，80就80，赵宇都给你。行，炖吃嫩了，好不？把那个给我带着啊。炖吃带着也好吃。不说您骗了，信哥的吧，30块钱的，不40块钱的，说差了，39，就说39。你看我姐姐。哎呦，好。这净啥意思？这是金吗？谁告？这有个门儿，是那个衣裳。多少钱？10块一斤。13块，大叔，天干100中吧。微信收款40元。看着吗？行人天不天嘎不整，看着吗？好不好？纯瘦肉都还不好，就一干皮儿。中了，104给100吧。你看这皮儿扒下来。皮顶着给白给你的，别扒了。啊？这块大腿上也有啊。有啊，就这一点啊。行。不去骨头也12，都一样吗？不去骨头也12。不过来一个不去骨头的吧。来一个不去骨头的。啊。来前面，来后边。好不？绝对一流的。中不？来一个前面的，一样一个吧。养一个啊。其实要我说，还后头是好看，是吧？其实要吃还是后头好吃。对，119。要说好看，我感觉后头好看。可以了。妹子要啥？咱们油，咱等那把油呢。哦。切白肉。我来点。来点千层，这上面有油没？这放到饭上呢。一个人够了，啊？一个人够了，少点。少点了。天天的围上。你说你这个围上那个一个人没有？来的，那个那么肉。微信收款6元。飞嫩，给你油给咱婶儿要了。来，放油，够不够吃？是吧？不够吃两块来，行吧？65的，好，我可得骗一骗我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了，不多要是吧？我一会儿再来一点，就这点。那一条五花中吗？对，有点。够不这些？啊？这个够吧？这嘎够了，20块钱的，好，装上吧。哎，在皇家呢，啥鸭绿呀？鸭绿在你那边呢吧？鸭绿，对，啊，那哎呀，赵家海呀，不是，是海，他叫啊。俺这以前妈妈看着没事，就在道边上啊。这个他那厉害了，您的屁股。
调香料，倒那鞋子，牛一炸压一倒了。对，从你这急着我再往头上走，别往急拐。对，啊。那样的，刚毕业的时候，我就上炮手，小炮。小炮上，其实呢，差点聊一下。哎呀，就是那么说，就是。来，给拿一个烧肉来，多谢。哎，多不这一块？多，要不你也搁这去？照一半，三分之一照。好，55。没有好点腰牌啊？这没替你，大哥。啊？等一会儿我替照替。你往这点一个猪，这点一个猪肉。这真没不好做啊。刀不快。刀还中呢，咱这个技术不错，咱说刀不快。你单纯山得练手指一指长，把手指的一画的就开了。你看我跟你表演，你俩人都得上，没必要了，练那个神笔马良吧，咱直接画钱吧，画个大金库啊，哎。那是帮收摊的吧，姐？哎，你要说帮收摊主，那他也没卖过那些钱。这条猪，人家是给你做广告。摸这儿，要哪一个？还有打标不？打呀，到时候打得了，都打得了。完，他们打买，左六得倒，还麻烦。大喇叭，我们。哎，好，我先给这大姐拿一刀，中吗？同时我也拿一刀。哎，大姐来多少块？谁还是敢买一刀？买一刀创新，这一打是生意是不？好，给我来。好，80，姐。哎，以前没有那个金五花的。金五花啊，得抽开五斤，一般的咱都不太容易。没出那价钱，来5斤，好，再一等会我给他拿5斤，行吧？也一样个肉，因为我给我兄弟拿5斤的，完整给咱拿，也不耽误啥事儿。就这一箱子辣的，多少70重啊？5斤多点儿。做不了。嗯，就这一箱子。哎，拿东西。10块钱一斤的，13，我这要熟的，要熟的，那不都熟的，70的，那耗油不中，大姐，不耗油，来5斤，我这要熟的，我来3斤就行了，来3斤呢，那我那拉不？不拉我拉了，不拉你拉，你摇不摇？不拉你，哈，你拉你是在外拉，不拉我，我这妹子，因为我妹子。啊，40，妹子，能帮我切一下，就切成小块，能切，谢谢，好。刷刷能盯着干啥呀？我不知道我记住。来，哥爷，姐，来搁这儿赖着呀。手多了，那的，好不好？摇这一盘吧。太好了。多少？算多少？先干100。这是哪个？来一个。这个，别给我来费的了。啥姐？这我。要中了，给你买吧。那个不好啊，搁哪去？你要不要啊？是那嘎可不好了，不可不好，可不好，给他踢出去，可不好，得让放下来了。后秋吧，挑担儿，免费先拿回来。挣你，我这不要后秋肉，不要后秋啊，不要，给你，我一天要100的，姐，这几斤，100块钱的，啊，100块钱的，100块钱多少来？100块钱7斤多肉，给100，我先给我，哎，给装上吧。